第十五课，其他都没什么问题。Lesson fifteen, the rest of them are all o、okay. k 一听力。One listening. 第一部分。p a r t one. 第一到五题，听对话，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

你现在打篮球的水平越来越高了，我觉得没什么提高，还跟以前一样。一，你现在打篮球的水平越来越高了，我觉得没什么提高，还跟以前一样。二，你要发电子邮件吗？我去把电脑打开。不用。 我的手机能上网，用手机也能发。二，你要发电子邮件吗？我去把电脑打开。不用，我的手机能上网，用手机也能发。三，你们这儿除了鱼以外，还有什么好吃的吗？今天的羊肉也很新鲜。 您要不要来一个三？你们这儿除了鱼以外，还有什么好吃的吗？今天的羊肉也很新鲜，您要不要来一个四？这个月你怎么花了这么多钱？我记得我只买了几件衣服，其他也没买什么呀。 四，<4 S 2> 这个月你怎么花了这么多钱？我记得我只买了几件衣服，其他也没买什么呀。五，看什么呢？今天报纸上有什么新闻吗？我没看新闻，我看看今天天气怎么样。五。 看什么呢？今天报纸上有什么新闻吗？我没看新闻，我看看今天天气怎么样。第二部分，Part Two，第六到十题，听句子判断对错。Questions six through ten, 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例如，example，为了让自己更健康，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他希望自己很健康。今天我想早点回家。 看了看手表，才五点。过了一会儿再看表，还是五点。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那块手表不是他的。六，叔叔让我花时间认真的读一读这本书，他说。 书里的故事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希望我也能从书中学到一些东西。叔叔希望我花钱买本书。六，叔叔让我花时间认真的读一读这本书，他说书里的故事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希望我也能从书中学到一些东西。 叔叔希望我花钱买本书。七。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电视上除了新闻以外，没什么其他节目，所以弟弟只好上网看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弟弟每天晚上都上网看新闻。 七。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电视上除了新闻以外，没什么其他节目，所以弟弟只好上网看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弟弟每天晚上都上网看新闻。八。女儿在国外留学三年了。 除了每天上课学习以外，课后还要去饭馆帮忙洗盘子。虽然每个月我们都给他不少钱，但是他说花自己的钱更舒服。女儿边留学边在饭馆工作。八。女儿在国外留学三年了，除了每天上课学习以外，课后还要去饭馆帮忙洗盘子。 虽然每个月我们都给他不少钱，但是他说花自己的钱更舒服。女儿边留学边在饭馆工作。九<酒>，老方每天都坐在办公室中间的那把椅子上，边看报纸边喝茶，报纸上有什么有意思的新闻。 他都读给我们听。老方每天都看报纸。九。老方每天都坐在办公室中间的那把椅子上，边看报纸边喝茶。报纸上有什么有意思的新闻，他都读给我们听。老方每天都看报纸。 十，这个短期班下周日就要结束了，以后我们不能像现在这样经常见面了。有什么事情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发电子邮件？他们以后能经常见面。十，这个短期班下周日就要结束了，以后我们不能像现在这样经常见面了。有什么事情？ 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发电子邮件。他们以后能经常见面。第三部分，Part Three，第十一到十五题，听短对话，选择正确答案。Questions eleven through fifteen。 Listen to the short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 例如 Example 小王,帮我开一下门,好吗?谢谢。没问题,您去超市了,买了这么多东西。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 十一，11, 你在这个地方生活了二十年，对这儿很了解了吧？对，这个地方除了夏天太热以外，其他都很好，环境不错，买东西也方便。女的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十一，你在这个地方生活了二十年，对这儿很了解了吧？对。 这个地方除了夏天太热以外，其他都很好，环境不错，买东西也方便。女的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十二。除了这条裤子以外，还有什么要洗的吗？ 那条裤子是干净的，不用洗。你把那两件衬衫洗了吧。男的不让洗什么？十二。除了这条裤子以外，还有什么要洗的吗？那条裤子是干净的，不用洗。你把那两件衬衫洗了吧。男的不让洗什么？ 十三，除了安静以外，您对房子还有什么要求吗？有电梯的还是没电梯的？我只有这一个要求，你们有这样的房子吗？女的想要什么样的房子？十三，除了安静以外，您对房子还有什么要求吗？有电梯的还是没电梯的？ 我只有这一个要求，你们有这样的房子吗？女的想要什么样的房子？十四。你的字写的漂亮极了，你是怎么写的？能教教我吗？ 开始的时候，除了认真学、慢慢写以外，还要努力练习，这样才能越写越快，越写越漂亮。女的写字写的怎么样？十四，你的字写的漂亮极了，你是怎么写的？能教教我吗？开始的时候，除了认真学、慢慢写以外，还要努力练习。 这样才能越写越快，越写越漂亮。女的写字写的怎么样？十五。你今天穿的这么漂亮，要见什么重要的人吗？除了你以外。 还有更重要的人吗？今天是中秋节，我们一起去看个电影吧。女的觉得谁是最重要的人？十五，你今天穿的这么漂亮，要见什么重要的人吗？除了你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人吗？今天是中秋节，我们一起去看个电影吧。 女的觉得谁是最重要的人？第四部分，Part Four，第十六到二十题，听长对话，选择正确答案。 questions 16 through 20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 比如, example. one fan zuha la, jumbei shi fan la. dawin huwa, biiu, hayo sanfenjou nejushu la. kai diaba, ichi chu, tain la, chobuha chila. ni shen shu, omashan zuha la. 男的在做什么？十六。大明，一年四季，你最喜欢哪个季节？我啊，除了夏天以外，我都喜欢。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我怕热啊，这儿的夏天热极了。 你不觉得吗？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十六，大明，一年四季，你最喜欢哪个季节？我啊，除了夏天以外，我都喜欢。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我怕热啊，这儿的夏天热极了，你不觉得吗？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 十七，我们新买的房子就在刚才过去的那条街上，是吗？我看环境很好。没错，那儿的街道除了很干净以外，也很安静。附近还有个花园，有树有草，好极了，真想快点搬过去。关于那个房子，可以知道什么？十七。 我们新买的房子就在刚才过去的那条街上，是吗？我看环境很好。没错，那儿的街道除了很干净以外，也很安静。附近还有个花园，有树有草，好极了！真想快点搬过去。关于那个房子，可以知道什么？ 十八，这条裙子不大不小，真不错，颜色也好看。我穿着它去参加朋友的生日晚会，一定漂亮极了。那你为什么不买？有什么不满意吗？除了太贵以外，没什么不满意的。女的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十八。 这条裙子不大不小，真不错，颜色也好看。我穿着它去参加朋友的生日晚会，一定漂亮极了。那你为什么不买？有什么不满意吗？除了太贵以外，没什么不满意的。女的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 十九，您好，我的手机从前天开始就不能上网了，您帮我看看吧。除了上不去网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打电话的时候声音特别小，经常听不清楚。您别着急，我马上帮您看看。女的的手机有什么问题？ 十九，您好，我的手机从前天开始就不能上网了，您帮我看看吧。除了上不去网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打电话的时候声音特别小，经常听不清楚。您别着急，我马上帮您看看。女的的手机有什么问题？ 二十。您好，我在这儿只住了一个星期，怎么这么贵？对不起，我们宾馆除了水以外，房间里其他吃的喝的都是要花钱的。上网和打电话也要自己花钱吗？对，上网每个小时五块，打电话一分钟也是五块。在这个宾馆里做什么不用花钱？ 二十。您好，我在这儿只住了一个星期，怎么这么贵？对不起，我们宾馆除了水以外，房间里其他吃的喝的都是要花钱的。上网和打电话也要自己花钱吗？对，上网每个小时五块，打电话一分钟也是五块。在这个宾馆里做什么不用花钱？